我有私讯他，私讯恭喜他了，他会说谢谢弟，姐姐有这么大的事情，一定要恭喜一下。他当然还是蛮惊喜的。如火如荼，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它的教堂很小，所以我们要很精准的抓那个人数，因为上限只能那个差不多40人吧。两边的家人就满了，所以不会特别另外再多邀朋友。红尘就是家人，他邀你去，你有难过吗？但他邀家人没办法，就理解了，因为他。你不要讲那么无奈好不好？你不要抱怨吗？讲的好像很难过。你想去见证啊，也很浪漫，我要感动哭哎。没关系，你拍一遍给我们看。没有了，我们两个人的婚事一定会有吴建勤一起见证的时候。婚礼是明年。明年。今年来不及了。明年春天吗？好像差不多。现在我们还没有把日期压定。关心过他，我有私讯他，恭喜他了，他也有跟我谢谢这样，因为毕竟，姐姐有这么大的事情，一定要恭喜一下。他会说谢谢弟。你会不会也赶进度要生？哦，我觉得一步一步来，按部就班，但就是没有特别那个，就是自然而然。海乐有说他的未来动向，最后两题哦，没有哎。没特别问的，对啊，我就想说这是他比较私人的事情，就没有特别。对啊，之前怀孕当妈，你有看到？当然还是蛮惊喜的。